去解決咗我一個好多年解決唔到嘅問題。非常高興能太與他見面，咁咧我就今日解決咗啦。參加呢個大師班真係好開心，學到好多嘢啊！今天很荣幸能够参加二胡大师班，非常感谢两位导师、两位大师对我的指导，包括他们在节奏、音准方面对我做了一些相应的教导。对，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难的机会，因为平时生活中很难和这种大师在一起，能够听他们亲自来教导，所以今天非常开心能够参加这个活动。有一些我不注意到的一些东西，一些基本功啊，什么东西了、啊、还有就是王教授教我的一些就是技巧，他自己也是他自己研究出来的一些关于这个民族音乐的拉法。很开心，非常高兴能他与他见面，也很荣幸。但是真正到这里，就是感觉真正聆听到他的音乐，就是另一种感受。是另外就是我觉得他教授他和王伟老师讲得很清晰，將好多一啲好微細嘅指法，佢都可以同我哋講解得到出嚟。咁同埋我亦都多謝學校，因為我係救生嚟嘅，咁佢哋一知道我話想嚟參加咧，佢哋又幫我手去安排咗可以俾我參加。今次參加大師班啦，最多得著就係學到關於好多傳統音樂嘅嘢啦。如果有機會嘅話，我都會再參加類似嘅活動。CTC 嗰邊咧，就即係幫我安排得到翻嚟參加，所以我覺得咧學校非常之好。在今後的二胡學習中，我會更加努力，繼續加油。謝謝。